再示范一次哦，林老师哎，好，通关方法哦，一关一关跟各位解说。基本上第一关就是先打左边那一只哦，叠珠哦，这可以这样叠，不太容易哦。因为我想要两只 KO 啦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两只 KO？ 没有，没有，等下就让他锤一下吧，不然怎么办？啊！完了，全体攻击了。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。三属性可以吧？不爽消，对，这是康博数的问题。对对对对。跟你讲哦，看到吗？我的暗处排在这一排，有没有看到？应该看得懂，知道我要干嘛。暗处排在那一排，对不对哦？基本上可以做一个这个哈，啊，不攻击，而且可以消心珠的状态。什么叫不攻击又消心珠嘞？哦，就是这样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只有一组暗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只有一组暗处，这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就像我刚刚那种狙击的方式，也是不是很那么容易的。看到没有？哦，控制珠子的位置，珠子的位置叫做控珠位，知道吗？对，控珠位。没关系，没有过。不小心过了，我们就头过身就过了哈，反正都过了。靠北啊，又死掉了。我现在看看怎么过，静消息。对啊，回复率变零，消盾消也没有用啊。下一关静消息。无解，无解，不是不是，这无解，我等一下一定死，因为下一关 CD 3我这只没有跳、啊，一二、啊、可以可以，刚刚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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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是有机会，应该是有机会。哦，手转七钢堡应该是可以一波了哦，刚刚好了，刚刚好了。哦，先打死他哦，过来去盖，一定要这么刚好吗？太厉害了吧！这回合数能够算如此精辟的人，应该啊无人能出其右的。我操！我操！我个人认为是不用开奥丁啊。
哎呦喂，哎呦，哎呦喂，留一只哦，留一只哦，哦，我的嘎仔，给他吸氧。不要吓死我的毛啊！我好害怕啊！我好害怕，我剧情都摇摆。这时候一波带走，三力哦 ，OK 了，三力了。OK 了，哎，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刚吓我一跳，因为我的那个魔王护臂没开啊。下一关会突击，对，所以是一样意思，还是会锤你一下，所以这关要补血哦。哦，这是要又补又打的一个关卡哦，掌握的是又补又打的一个诀窍哦。大家都以为GG哦，吓我一跳，过半血了。对了，过半血了。嗯，没削到，无所谓啊。难道这一关是要把它磨过去的意思吗？当然不是啊。哦，前面过了应该逃鬼心就鬼了，哦。现在可以慢慢打没关系，因为它回合数已经给我们很多了。给我你的爱，让我陪着你去未来。嗯，这是十五。看来今天这个影片有上传价值，因为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过，太多妹妹嘎嘎要注意了。完全缺心哎，多少血啊？59万，有点多了，留点心哦，留点心。突击！突击！Damn！
11970，所以一样还是要过一半哦。回合数不够吗？够啊，七回合。还有七回合 ，OK 了。我这边都还可以储一次技耶。哦，强化盾回等伤哦，所以这一波的话，我认为是开这只，对吧？这个是什么？回避攻击哦，还 OK 了哦。应该这样就可以，应该啦。八十几万欸，两波好，可以两波好了。果然是要两波哈，我觉得会死，所以我不打算跟他赌，我要回避他攻击。然后这边我要做一个比较特殊的技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。我想一下，这一招叫做自残式打法。哦，应该很少用，有用过自残式打法，怎么个自残法嘞？哦，大概是这样的味道啊。确认一下哦，烧。哦，这一招叫自残式打法哦。哦，可以增加我的伤害哦。哦，懂我意思哦，懂我意思哦。哦，回合数，所以我回合数够，所以我是打算这样跟他玩的。我要聚集多一点的这个暗珠哦。大概是这样的味道了。哎，回合数差不多了，那应该要一起必杀喽。应该是够了。哎呀，如果这回没把他送他。上山头，应该我等一下就上山头了。我想一下，啊！节目效果了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莫急莫慌莫害怕，莫急莫慌莫害怕。哦，莫急莫慌莫害怕。看看看 ，Take a look at it. Take a look at it. Take a look at it. 看到这个叠住没有？来叠呀叠！极限压血，各位，
看到没有？最后一回合，到底平民百姓是否能够将这只啊，葛先明啊，海达莫能够一波带走呢？欸，不要跟着音乐要动啊！干，斜转，锵锵锵锵锵，五 combo， 欧啦欧啦欧啦 ，K， 哦，节目效果就是这么来的。哇，干，刚刚被洗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配机的问题，我刚刚在脑袋瓜算了一下那个倍率，对，我算了一下倍率 ，OK 啊，就是你刚大概心里先算一下，哦，哎，精兽十倍加上六只16倍，哦，奥丁3倍，3只638倍，所以18倍会攻击力比大过于16倍，所以我决定最后一关开奥丁，我脑袋瓜子刚一瞬间大概2秒前，就这样闪过了这个念头，就一波带走了 ，OK 吗？